剧女配角得奖者是杨晓琳，客家剧场台北歌手。在诠释原配的心境上，恭喜恭喜，以压抑内敛的表演风格，将大时代男权社会下辛苦持家却遭丈夫背叛的女性表现得令人心疼。能够在有限的时间里利用表情牵动整个氛围与观众的情绪，我一直相信只要坚持努力不放弃，最后一天一定会被看见。谢谢，谢谢客家电视台，谢谢内容物数位制作，谢谢我们的选角陈喜慧小姐，你找到了我。谢谢罗丽安导演，你相信我这个完全不会讲客家话的美少女，可以撑得起林水荣这个角色。然后我要谢谢台北歌手所有的伙伴，谢谢我的搭档莫子怡先生给我的能量。然后我要谢谢林水荣女士，你选择了我来诠释你的美丽跟勇敢。然后我要谢谢我一路以来的我的朋友，所有给我机会成长的贵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爸爸，尤其是我妈妈。我从小拍戏，她就是帮我遮风挡雨挡子弹，是真的挡子弹那种，然后成就女儿想做的一切事情。妈妈，我得奖了。然后最后我要谢谢评审老师，看到我的成长跟蜕变。戏剧是我的生命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如果我可以够健康活得更久，我希望我可以一路演到90岁。然后我一定要讲一句我已经想讲好多年好多年的话了，我不再是个小童星了，我是一个真正的演员，我是杨晓琳。谢谢你们看着我长大，谢谢。恭喜得奖者，谢谢颁奖人。